好啦，我哋去完洗手间翻嚟啦。我哋有翻嚟啦。咁开始我哋嘅第四 part。系啦，咁而家呢部分系资方音乐台嘅情深说话未曾讲时间。呢个时候我哋会藉住呢个时候向我哋心仪嘅女士作出表白。系啦，咁希望你会睇到。咁最近你有冇识到啲咩女性系想表白？冇啊。冇。我認識了男性的牌都可以表白的，僅有的，不要是我就可以了。這一部分可以差不多了，我最近都沒有，希望呢，不要這樣的表情，就是人都知道其實是有了，希望呢，你看觀眾看到之後，若然覺得我們兩個其實不是那麼差的話，希望可以寫一些好一點的留言，令到佢重拾自信。哇，真系应到啦！啊，其实系我只脚撩一撩嘅啫，咁样啊，唔系啊，真系跌嘅，真系跌嘅。咁咧就系咯，系咯，系咯。咁就希望大家留言啊，多多支持。或者你有咩想示爱啊，欢迎寄信嚟啦，我哋帮你读出嚟都得嘅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其实我哋准备咗其他嘢嘅，但系头先我哋唱俾你哋啲心仪对象都 OK 嘅，我哋都系啊 OK 喎、啊、呢、這个。如果大家系想。借我哋嘅音乐嚟沟女啊！上次有个同有个人点唱《如火闪闪》俾佢女朋友听 ，OK 啊，都求到分喎、啊，求到分喎、啊。咁、啊、有次有个想分手咧，就唱《好心分手》同埋《纷飞燕》，系咯，嗰啲就 OK, 都得，都冇问题。系啊，分完都冇俾人斩，系啦、啊。你知而家危险噶啦，系咪？系啦，刀刀剑剑好犀利。系啦，咁不过有次就有个系唔知个男仔就唱生日歌俾个女朋友，跟住咧。就唱错个名字，唱错咗个名字， oh, 就唱咗第二条女。咁呢啲就阁下自理啦，呢就系啦。咁我仲伴奏，咁又唔知点解。咁呢啲唔紧要嘅，你哋错，你哋自己负责啦。但系我哋系唔会错噶，唔好错噶。系啦，不过其实已经错咗好多啊，因为我哋去完厕所翻嚟咧，就放低得太多嘢咧，就唔记得咗我哋要讲乜啦。哦，咁我就要唱贵噶先。欢乐今宵，喂，你讲开欢乐今宵咧，我谂到一个好得意嘅嘢。例如，嗱个节目又要延长啦。嗱，欢乐今宵咧，开头嗰句点唱？唔系啊，系开头嗰首啊。日头晚做，其实系晚做啲乜咧？晚做咪晚做节目咯，好似我哋咁晚做节目咯。但系佢而家系日头晚做，好猛烈咁做。我想知道做乜咧？你翻工有冇试过猛烈咁做嘢？咁你好啫，可能啲家庭观众有嗱，观众我哋下星期咧就探讨下《欢乐今宵》嗰阵时嗰首歌到底日头晚做，我哋逐句歌词系系啦，即系希望有啲人可以上嚟一齐分享到底晚做系晚做啲乜？夜晚间我做晚咩？日头晚做啊，猛力咁做啊，好似系。日头晚做到依家休息下。是咪系啊？好过瘾噶，首歌啲歌词啊，跟住到休息翻一阵，咁跟住系咩？大家唱醉系咯，大家 party 喎，又好令人遐想到晚做又 party， 系咪？咦，你谂到好多嘢真系啊！系啊，解读一下，即系你谂到咩，你可以写上嚟又系啦，点歌都得噶吓，咁最好就点啲我哋识噶啦，系啦，咁今日嘅时间又。欢乐今宵，再会各位观众们。我听到系 encore。咁恐怖，唔知点解冇啊嘛，系咪啊？我听唔到，系冇 encore 啊，系可以停嘅，可以停。